然后这边另一手再上面，不要拉直啊。OK，那个绳子拉到这个木这边了，长一点点不用紧。OK，第一个动作是绕一圈。OK，交叉在上面，然后穿进去，穿进去就拉一半而已了。先它的绳子会形成三个圈。三个圈，OK。那么手出来了，要拉直，两个位置拉。 OK，然后下面一个勾，跟它勾住了，穿进去，穿哪一边都可以，左右哪一边都可以啊。然后这个就拉紧，OK，拉紧了就拉两圈，拉两圈，OK，这边就上来，上来了，这手抓的高度跟这个一样高，跟这个一样高啊。如果不给太高，OK，如果太高啊，会出现这个情况，你的手一放，它就松。 他就会松，所以你要在这边。好，这个弄要做三次。OK。那伸脚就收在里面。OK。可以讲哎，很简单了，三个步骤很快就。